山红砖六合院。那我们早期在这里的话是一个樟脑加工厂，所以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保留了红砖区它整个原始的风貌，然后我们带进了工业感的设计。然后像我们当中最特别的设计的话，就是中间一个齿轮带动的思维之一。当初的话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他为了向达文西致敬，所以做了这个翅膀。那许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他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，他可以感受到一个工业感的设计，然后又可以听到齿轮的声音，那就很像回到了工厂一样。那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这里参观。